爱电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戴锦华，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我心目当中优秀的国产电影哈。今天想跟大家这个分享的是一部中国艺术电影哈，叫做推拿，然后它是青年导演娄烨的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哈。这部电影也是作为一个特例哈，它赢得了这个华语电影的两岸三地的观众哈、专家们的由衷的好评和喜爱。那么这部叫做《推拿》的电影，它选取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群作为它的表现对象。故事发生在一家盲人按摩院，然后故事的主角是一群，弱势的或者丧失了视觉能力的盲人。那是一家叫沙宗奇的推拿中心，有两个老板，一个叫张宗奇。张宗奇的眼睛毁于一次儿时的医疗事故，他总是有很多客人，从来不说废话。另一个沙福明就不一样了，处事张扬。那么他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这是一个在全球哈、任何社会当中都显而易见的弱势边缘群体哈、或者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弱势中的弱势哈、边缘中的边缘，所谓的在电影当中被称之为明眼人，有别于这个有视觉能力的这个社会成员，因为他们的这个生理的这个缺残，他们处于一种诧异的同时是弱势的状态。但是这不是我由衷的喜爱这部电影和试图推荐这部电影给大家的一个原因，而是在于当你选择这样一个特定的弱势群体，就是丧失了视觉能力的群体来作为电影表现的对象的时候，其实你就电影的创作者就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电影最突出的最有力的表现手段是电影画面，是电影的视觉呈现。你用一种以视觉为主导的艺术去朝向一群没有视觉能力的人群，而这种艺术的叙事方式就是通过再现人物眼中的世界来再现世界，那么你就陷入到了一个本体论的美学上的艺术上的近乎于给自己设置了不可能完成任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我自己非常的喜爱这部电影和高度评价这部电影的原因正在于导演自觉地设置了这个挑战，然后大胆地富于创造性地去应对这个挑战。我不能说这部电影是一个在艺术上已经臻于完美的电影，但它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电影。电影的美学探讨，电影的视觉形态，同时又分担了、再现了、负载了影片的主题啊，影片的价值啊，这是我对这部影片最赞赏的和也试图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元素哈、或者说它最重要的艺术成就及其支点。那么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们知道这个他去表现一群盲人，因此他就必须创造性地使用电影语言，并且改造电影语言，必须创造出一种方式能让我们这些所谓的正常人哈、我们这些明眼人，我们这些会去看电影有视觉能力的人，去经由电影去体认到盲人的世界。在这部电影当中，导演非常明确地用他的视觉语言的创造去表达他对于这样的一个特定的社会弱势群体的认同，对他们的理解，而且用视觉的方式去实践一种影片的主题的表现。那么在这个电影当中，它几乎没有我们在常规电影当中惯用的视点镜头，就是摄影机所在的位置仿效着一个角色的物理的或者心理的位置，然后由这个位置去拍摄其他的角色，它基本上不使用这种视点镜头。除了针对特殊的影片当中，比如说贯穿整个故事的由黄轩所扮演的这个小马，小马是弱势的哈，他是后天的丧失了这个视觉能力的，但他仍然保有某种光感哈，仍然是处在一个弱势的状态当中。阿姨，您在吃饭？你吃过了没有？我这里有饭，吃一点啊。来，小马，抓好，慢慢聊啊。
这样的人物，他偶尔的使用视点镜头，而当他最终故事中他作为唯一一个奇迹式的恢复了视觉能力的角色，也就在他这里恢复了正常的电影的视点、电影的机位的选择、电影镜头之间的切换。而在绝大多数的这个人物当中，他不使用视点镜头，他也不使用依据视点镜头的对切镜头，因为对切镜头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我看你，你看我，是人物的这样的一个对视性的调度。而在这部电影当中，他呈现这些盲人之间的关系，他使用摇移镜头啊，他使用长镜头，使用连续镜头，经常是从一个主体到另外一个主体，他尽可能的用运动着的摄影机去模仿盲人去相互感知、相互连接、去触碰我们的世界、去生活的那样的一种形态，用长镜头、连续镜头来展现场景、来拍摄对话、来结构情境、来这个展现情节的这种方式，创造出了一种视觉的和观影经验上的局促感和这个某一种程度的紧张感。而正是我们观影中的这种局促感和紧张感，让我们或许身体性的去体认了没有视觉能力的人群他们的社会生存的 那份艰难。而在影片当中，这种理解到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特殊的人群的方式表现在影片的方方面面。我自己非常喜欢影片刚一开始的时候出现这个片头字幕的时候，他导演同时采取了一个近似于播音员广播的声音念出片头字幕。娄烨电影作品推拿，根据毕飞宇同名小说改编，编剧马英丽，摄影曾健，录音富康。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有一点惊讶哈，我觉得这个办法有点简陋哈，这个办法有点笨。等到看完整个影片的时候，我觉得甚至在电影还没开始、故事还没展开的时候，我已经被触动了。它同时提醒我们，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用眼睛去辨识银幕上的字幕信息啊，我们也许需要用声音读出这些信息，需要把这用读出的方法把这些信息传递给没有视觉能力的人。影片的海报是这个叫做沙宗奇的盲人按摩院的全体职工的一张合影。从海报开始，甚至我们还没有进入影院，我们已经被提醒说这是一个盲人群体的故事，这是一幅群像，这不是故事当中由单一人物、单一线索引导的那种叙事。而在影片当中，导演不论在视觉语言上还是在叙事技巧上，他都明确地把自己的主题设定为我们如何理解在今天这个充满差异的世界上的平等的世界，我们如何去尊重和理解那些和我们不一样的、比我们弱小的人群。而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小马啊，小马的这个作为一个青年的这个盲人哈，盲人按摩院的一个按摩师，他的情感经历、他的欲望啊、他的这个遭到的、他所受到的、感受到的诱惑，然后他生命当中那个年轻的生命当中所出现的这种骚乱、这种骚动，然后到他和一个所谓洗头房的姑娘，从单纯的这种交易性的身体关系到爱情，以这样的一条线索，他串联起了盲人院当中的几组人物，比如说老王的故事，比如说这个老板的故事啊，比如说那个美丽的但从来不可能自己看到自己美丽的那个女按摩师的故事。而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影片当中，不论是小马的故事、老板的故事、这个老王的故事、这个美丽的姑娘的故事，还是那个正在彻底丧失自己视觉能力的经验的故事，在影片当中他并没有让主角占据压倒的时间和压倒的多数，他让不同的人物组近乎平均地占有了影片的叙事时间，也用这样的一种叙事时间的分配直接地实践了关于影片的
平等的主题。没有谁比谁更优秀，没有谁比谁更强势，我们同为在地球上生命着的、生活着的人，我们应该在一个彼此的理解和尊重当中共荣共存。呀，停电了！怎么回事？停电了！高维，停电了，你下得来吗？下不去了。又把你充电费了吧？吧，眼睛是有分工的，一部分眼睛看得见光，一部分眼睛看得见黑。你还是跟我们走吧。中国电影当中这个非常个性化的、具有非常高的艺术成就的导演娄烨，他的电影一以贯之的视觉风格是手提摄影机的拍摄。也有人不喜欢他的电影哈，说他的看他的电影很头晕啊，因为在没有这个减震器哈，没有支架，没有轨道啊，没有大的这个摄影棚所提供的设备的保障的情况下，手提摄影机经常呈现着一种不稳定的哈这样的一种视觉风格和视觉经验。有外国媒体把娄烨称之为中国欲望的观察者，娄烨的电影经常去呈现人的欲望给人的生命带来的那个特殊的经验和特殊的时刻。但是在这部电影当中，娄烨的手提摄影机的使用非常非常节制，他对于人物的欲望故事、人物的生命际遇的使用也非常非常的慎重。他的摄影机面对的是一个没有以同等的能力去回应或者是这个回馈与一个视觉的观察和视觉的呈现的人群。以娄烨电影当中少有的一种谦和啊，一种平静啊，一种甚至是温情，去面对影片当中所展现的人群。在手提摄影机所造成的长镜头和连续运动当中，导演相当自觉的，甚至有某种刻意的让摄影机的连续运动镜头当中出现某种好像技术故障啊，我要画引号。所谓的技术故障，就是似乎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那个跟焦点的时候跟丢了，或者是没有跟上，那么就是在连续的画面所形成的清晰段落当中会出现某些虚化的时刻。他用这种方式，我必须说并不高明，但是非常有诚意的去试图让我们去体认弱势的人群，体认那个世界并不永远清晰的在你面前展现的人们的那样的一种视觉经验和生命经验。然后同时也被这个影片的批评者所诟病的，也是我喜爱的哈，他们称之为磨玻璃段落啊，就是好像画面是透过一个并不透明的毛玻璃去观看的这样的一个视觉场景。他用一个长长的运动镜头当中的这种不清晰的、模糊的、晃动的、焦点不断的变换的场景来尝试再现那个小马他在一场暴力之后却奇迹般的恢复视力的时候的这样的一种视觉经验。影片用电影这种视听艺术、电影这种视觉主导的艺术去面对一群没有视觉能力、丧失了视觉能力、被剥夺了视觉能力的人群，然后它同时成了电影这种视觉艺术语言的一种多重形态的试验。而这种丰富的镜头的这种试验性本身成为了一种再现诧异性的视觉经验，同时尝试在这种再现的这个诧异性的视觉经验的过程当中去召唤一种社会平等的意识和社会平等的实践的这样的一种努力，
这是我高度的认同、赞美和推荐这部电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会经常会讨论哈，一个艺术作品的艺术成就如何如何，一个艺术作品的社会价值如何如何，一个艺术作品的文化表达如何如何。但是真正的优秀的艺术作品，它的艺术的成就和它的社会价值和它的社会呈现和它的这个社会追求应该是一体的，而不是彼此分离的。我们经常开那个玩笑哈，说从来没有在艺术形态之外的内容，也从来没有不负载着艺术内容的这个形式或者美学。电影艺术的创造和电影艺术的追求，电影艺术的魅力正在于此。电影艺术的美，同时是我们认知社会的路啊。电影这个画面的迷人，同时是动向世界的窗口。电影艺术的那种魅力哈，观影的快感，同时也是对我们生命的启迪，引导着我们去认知社会的真实、社会的真理和社会的可能性的这样的一种艺术尝试。那么同时我非常喜欢这个影片当中它如何使用窗口啊，大家可能会听过那种比喻，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所以窗口在电影当中哈，在电影画面当中，在电影的隐喻系统当中，它始终是和眼睛和观看联系在一起。而在这部电影当中，它有着若干次从盲人按摩院的外面去透过窗户去拍摄这个盲人按摩院的内部的这样的场景。尤其是其中的几个很迷人的夜景，尤其是其中的那个迷人的雨夜的夜景。那么好像大家可能会发现我在自相矛盾了哈，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窗口是眼睛的象征，我们在窗外拍摄窗内，这完全不是盲人的可能的这样的一种视觉观察或者视觉能力或者一种视觉再现。而我喜欢这些场景是在于导演并没有把这样的场景在任何意义上伪装成盲人看世界，而相反，他明确地把这些场景结构为我们这些明眼人透过窗口在看见盲人的世界。因此所有透过窗口拍摄的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窥视的场景，所有透过窗口哈，透过雨夜的窗口，透过夜色当中明亮起来的窗口拍摄的场景，都是盲人按摩院当中劳动者的工作者的场景。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电影当中的手的特写，就像我很喜欢一代宗师当中脚的特写一样，因为那些手的美丽，那些手的灵巧啊，那些手的准确，是和这些手的主人他们是盲人，他们是边缘人当中的边缘人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个我们看盲人，盲人作为被看的对象，不是作为一个弱势者被我们的目光袭击，也不是作为一个被动者被我们的目光所观看、所捕捉、所窥视，而是作为一种劳动的身体的美的展示，被我们所看到，让我们去在这样的场景当中体认到我们必须体认到的面对和我们不同的人群的基本的尊重，而进一步的理解和追索。这部电影的那个非常的娄烨，但又是娄烨作品当中的一个独特的单元啊，是一个差异性的努力。而正是在这部电影当中，那个在娄烨电影当中一以贯之的那种挥洒自如的哈，这个狂悖不羁的那个摄影机，显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柔和驯顺。所以我诚挚的哈，向大家推荐这部电影。我觉得经由这部电影，我们会看到一个我们经常会忽略掉的社会的角落啊，我们看到经常被我们无视的一个社会的人群啊。我们去经由这部电影，我们会反观到我们可能已经习以为常的、从来不去认知的我们的眼睛向我们展示的世界，去感到我们的日常其实也是一份馈赠啊。我们去体认
在社会的结构当中比我们更弱势的人群，我们去分享一份人文主义的这种理解，获取一种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份温情和一份爱。所以再一次的向大家推荐娄烨的这部电影《推拿》啊，一个电影艺术的杰作啊，也是一个社会良知的传递。谢谢大家。